好啦，就入埋尾场赛事 S 二第七场赛事四班千四米啦，准备起步，准备。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咪出得最快，我当舍我其谁应声弹出噶，咁中间就非凡浪者刀快，埋栏嗰边成堆马抢上嚟啊，就向前看枪大人啦，同埋咧就中国制造都喺前面嚟嘅，然之后嗰阵咧就斗枪啊，埋栏嗰边真系好来丽帅啦，咁我当只威哥就埋唔到嚟嘅，之后系咁骑都唔够快啦，雪花啦，同埋咧就热门嘅林家王朝啦，尾四尾五到啦，再跟住马先系遗产嚟嘅，尾位置就明智啊，包紧俾暂时南方荣耀啦，咁开始入弯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就抢咗轮之后咧，非凡浪者带咗头，伏住第一位中国制造贴栏第三向前进啊，然之后咧先系舍我其谁啦，咁啊跟住嗰阵好多马噶，威哥就喺四叠嚟嘅，喺佢内侧啊斗枪啦，同埋枪大人啦贴晒栏，仲有好来丽帅啊，林家王朝第九位都咧外叠位置嚟嘅，咁再跟住个马咧一路都骑嘅雪花都跟都跟唔到噶，拍住只明智一齐喺尾嗰队咧仍然都系遗产啦，同埋南方荣耀啦，入到嚟之后直路嘅时候，前面咧带紧头啊，仍然都系非凡浪者啊，斗紧啲中国制造啊，喺内档想掉出嚟就向前进，然之后上紧嚟嘅马咧仲有舍我其谁啦，咁啊中间要转位出嚟咧枪大人嚟嘅，喺外档上紧嚟，哇！伏住上嚟咧，林家王朝好多喺手噶，去到最200米嘅时候，前面咧大家头就系中国制造嘅，咁呢个时候咧，林家王朝上到嚟咯，果然卡士高啲啊！喺内档咧就唔多够一只枪大人啦，出边上紧嚟就明智，但系前面林家王朝越走越上低嚟稳赢呢场赛事啦，追到上嚟就明智嘅啫，后边争第三咧就舍我其谁嗰啲马嘅，过张第一名林家王朝，第二名明智，第三名咧成堆马噶，咁啊斗枪啊一话喺呢度舍我其谁啦，咁啊赢就好轻松赢啦，林家王朝。外面一冚就腳係咪棘啲咧？明智喎，哇！三四型都要影相。莫非嘅明智有？明智跑第二。第三咧就睇下究竟係斗槍啊，一或係即係舍我其誰啦。舍我其誰就冇噶啦，等人過嘅啫。其實都係。入邊槍大人咪冇乜位。冇位啊！冇位啊！俾只林家王朝帶啲馬慢去埋去啊！好啦，第三名就要影啊！睇嚟就得斗槍同舍我其誰影嘅啫，三七影嘅啫，第三就係。其實都提過隻六咧，就係話即係始終兩次都未贏，但係佢上次係追得靚嘅，咁結果今日又跑得好啊，上名。第三話好近喎，好似藍帽嗰啲嗰匹。睇就先啲啦，睇下係咪啦。誰喎？都要影下，成堆好近嘅。張大又得縮啊，抽起咗我見佢坐正包箱，坐曬包箱。可惜。佢係想搏嗰個內側位，但係好逼啊。中國製造跟咗前就冇效，跳翻到嚟就冇啦。唉，結果道亦都係今日失運，都係唔係佢嘅日啦。今日係啊，原來係林家嘅日啦，林家孖寶啊，即係最後兩場先贏。呢件彩喺我哋嘅直播，如果係即係新加坡嚟，都幾多佳作嘅都。今日就起孖添，個級數上啊都係高曬噶啦，諗佢啊，哇！咁冇啦，轉彎撳住上嚟冇得跑噶啦，已經。第三我哋睇下啦。可能都仲係舍我其誰咪高啲咧？睇下舍我其誰到啦，舍我其誰到先好似。嗰匹係咪斗槍啊？啊，睇下 S 二第七場賽事嘅作實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咧就係一號嘅林家王朝，對面派26.5元，位置派15元；跑第二名六號嘅明智，位置派43元；跑第三名三號嘅舍我其誰啊，咁啊位置派54.5元；跑第四名就係七號嘅斗槍，連贏位一搭六派237.5元，咁啊三重彩順序，一號、六號、三號派2998元，單 T 就派943元，位置 Q 一搭六派94.5元，一搭三派96.5元，三搭六派266.5元。四連環派12348元，四重彩就派145566元。好啦，三寶嘅派彩啦，頭關就二號啦，次關九號，咁咪尾關一號咧就派2287元，安慰獎頭關二號，咁啊次關九號，尾關六號咧就派2375元。咁啊，正獎似乎就未必好難啦。不過咧，如果其他場次揾埋嗰啲腳咧，就今日比較辛苦嘅可能真係啊。咁啊，如果有兩隻嘅皇家喺度咧，即係嗱林家喺度咧，已經就好好瞓啦。因為新加坡金杯嘅頭馬咧嚇，杜金情緣即係情結都係比較容易捉得到嘅。咁所以其實三寶都算係好分㗎嚇。不過都嚇嚇嘅，你杜金情結比較險啲贏得少少嘅真係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睇完咁多場嘅精彩賽事之後咧，我哋今日嘅越洋直播賽事時間咧就到此完結㗎啦喎。去到下一次嘅越洋賽事咧，先至再同大家見面啦。咁下次節目時間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，拜拜。